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叫柳金慧，柳树的柳，金子的金，智慧的慧。我今年26岁，现在是一名形体礼仪老师。谢谢大家。好，给我吧。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一个女生穿非常正式的旗袍站在这个舞台上吧？好看吗？好看。那你走两步，我们看看，行吗？好。啊，你因为她是礼仪老师嘛。是的。啊，你来点音乐，走两步，我看看。我们看看，你在生活当中也这么走吗？啊，就是，但是会步子加快，对。啊！但是不可能手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哎，你生活之中这样走会遭到非议吗？嗯，不会的呀，因为我们很多人走路是，要不然这边在看手机，要么就有的人是含胸驼背。对，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走姿是非常的好的。瞧你这仪态万方的样子，但为什么你没有考大学呀？本身就是不是很喜欢学习的一个人，然后也多少有一点家庭因素。你从小不爱学习，你爱干什么呢？我喜欢跳舞啊。啊。对，然后我还喜欢打游戏。这游戏跟你刚才的这个优雅的姿态好像不搭呀，你怎么会喜欢玩游戏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性吧。然后我那个年代呢，就是英雄联盟。当时也比较流行做主播，然后后来就去做了主播，游戏主播。对的。你是的。礼仪老师。你是的。哎呀，太穿越了。啊，来，你进入一下状态，来，英雄联盟，来试一下，就穿着这衣服来啊，用优雅的姿态。就左手拿键盘。这就变画风了，这就已经啊，来吧。有没有打游戏的小哥哥？3等1，4等1。啊。电一钻二的，青铜白银不要。这什么主播，自己嗨得要死。你为什么两种这个职业的状态如此不一样，一动一静？这是你性格当中的矛盾点吗？也不是，因为我打游戏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蛮温柔的，而且打游戏的时候呢，只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喜欢，然后就做了游戏主播这个，而且很时兴当时。但是在更早的以前，你是做美发美甲，对，对吧？对，那个时候刚。那又是因为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从学校里出来毕业，然后自己也是一个很爱美的女生，美甲嘛，就是可以让人变美，然后你没有美甲呀？是的，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不太方便，然后现在就没有做美甲。现在什么工作啊？现在是形体礼仪老师。形体礼仪老师不需要做美甲吗？就是除了形体礼仪老师，我还在进修高空舞蹈，所以跳舞。对。你又开始练舞蹈了？这些都是不冲突的。他以前跳过钢管舞的，是吧？还练过瑜伽是吧？对的。哦，这个女孩子非常热爱生活，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她是喜欢，她就要去学，就要去做，而且呢，做的还都非常不错。我觉得她的学习能力也非常强。那你已经18般武艺都学会了，你到这儿来求什么工作呢？还是形体礼仪老师。形体礼仪老师。对的。啊，要求薪资多少？底薪是3000到4000。3000到4000，可惜周思敏他不在呀。啊。我们这儿没有招形体礼仪的，今天有吗？严姐那儿招不招瑜伽老师啊？瑜伽老师考虑吗？考虑。你有那个老师的那个资格证吗？有的。有的。对，有的。你应该可以教空中瑜伽对吧？是的。因为你高空舞蹈。对。对的。你以前如果要做瑜伽老师，你可以继续做啊，以前还月薪5000呢。我觉得这个不冲突呀。对，反正你不拒绝。对，涂老师其实职场的礼仪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知道。对，其实他反而要应该教我们一下，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公司里面是不教这一块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普及嘛。对。那你看看他们的坐姿有问题吗？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有问题。徐昭老师马上把脚放下了。你看看谁有问题，指出来教教他们。就赵总吧，赵总，对。请您坐好。
对，您坐好。首先呢，他这个坐得太实了，对，因为我们的坐姿呢，正确坐姿是坐在你凳子的三分之二或者是三分之一处，对，然后双手是跟我一样的，左下右上，对，把大拇指藏起来，然后胸腔提起来，对，然后我们的脚可以向外再延伸一点，对对对对，膝盖互相重叠，是的。你能保持这样的坐姿大概多久？我没试过。那你试一试，就保持这个样子，好不好？杨石头负责监督他。那他笑的有没有问题？嗯，笑的有问题。他笑的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在笑的时候呢，不能就笑得太开。对，他是嘴角对这样微微向上扬，憋不住了。对，然后。太难了，好难呐！臣妾做不到。好，再问一下你，一个女士在公共场合坐在椅子上，如果她要整理一下头发，怎样整理比较合适？你先整理一下你自己。哎，你平时不是这么整理的啊？是这样的啊，应该怎么整理呢？对，应该就是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对朝向我们的额头方向啊。对，然后这样拨弄一下你的头发，这样子，对，把你的纤细的手指给大家看，对，然后再放回来。所以这其实礼仪在生活当中还挺实用的。如果是你不认识的人在你旁边有不礼貌的行为，你会怎么办呢？这个我觉得不能说太多，因为可能你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可能别人觉得有关系，所以说如果是陌生人的话，我还是不会说太多。除了瑜伽教练之外，别的不考虑了是吧？嗯，对的。那也就今天只有保利好了。对，我也了解了。来，第一轮选择去口令。还有一盏灯。天生我有才。你不是学空这个高空艺术？对，相关的嘛。然后如果你要应聘瑜伽教练，我们还真是挺需要这个高空瑜伽的那种。你能不能表演一下？还是没有准备服装？这个今天没带环儿。对，是的，因为像吊床的是需要带道具的。哎，但曹总，我觉得他可以教教我们怎么做瑜伽吧。做瑜伽也没有问题。找一个那个就是你能用语言去指导他的，你找一个男士。哎，我们请徐昭老师吧。哎，特别好。来来来，不不，我的身体，老骨头老腿骨。不，来来，借用一下你的身体，来来来，我们就喜欢。好的老师是可以给个性运动处方的。我们就喜欢老的，来，你教他一道瑜伽动作啊。有点高低肩，很明显。是的啊，那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山式站姿。对，好，双脚分开，与髋同宽，双脚平行啊，脚外侧平行，对，脚后跟稍微打开一点点，对，好，膝盖记得不要超伸啊，不要超伸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向后屈太多，也不要超过你脚趾的位置，双手自然垂放于身体两侧，好，腹部收紧，胸腔向上提，颈部向上自然的延展脊柱，好，下颚微微向内收一点点，好，双肩向后向下旋啊，对，因为高低肩蛮严重的，对，这个是山式站姿啊，好，吸气，手臂体侧向上，高举过头顶，好，掌心相对，对，好，呼气时以髋为折点，前弯向下，手臂带动身体向前向下，对，向下以髋为折点。对，向下前屈，这样向下，是屁股撅起来。对，对，好，然后胸腔再向上提。如果是有这样一个私教来教授我课程的话，我会非常的愿意跟他学，因为他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能让你带你一步一步寻找这那份内心的宁静，随后呢达到一个修身养性的这种目的。就刚才这个徐昭老师在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你有些有给他提示，有些你没有提示他。你觉得他的完成度怎么样？有可能由于老师是没有接触过，对，所以说可能我有一些他听不懂，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配合我的，完成度也是80%。
你觉得他刚才的呼吸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怎样的？有关注吗？没有，没有关注。对，其实因为你今天整体的这个服装限制，我就觉得你可能教一件事，教一个体式或者教一个动作，其实就可以教呼吸，因为徐老师一直在这是。紧的，然后他再这么紧，瑜伽一定是俯视呼吸或者鳄鱼式呼吸，能够让紧张特别有压力的这个人能够放松下来。所以这个是刚刚在教学过程当中一点瑕疵哈。因为在对于一个小白来说你又要让他做体式，又要让他做呼吸，可能有点难。但是我认为我今天没有说到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失误吧。但是我觉得你的语言，其实刚才我跟徐老师也在讲啊，就是我们都觉得你的语言一看就是教过课的，所以你去包括体式上没问题，去教空中瑜伽呀这些瑜伽老师你是完全能够胜任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太屈才了，因为你在礼仪方面也有了这个很多的学习哈。如果一旦要去做瑜伽老师的话，你这礼仪可就搁下了。我觉得这两个也是不太冲突的，像我们瑜伽馆、健身房也是都可以引进形体礼仪，包括少儿礼仪，这个都是未来的趋向趋势。行，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好不好？来，请看视频。发现同事的办公室恋情，我该告诉领导吗？事儿真多。回答问题。我认为应该首先第一件事情应该告诉这两位谈恋爱的公司不允许谈恋爱。对，如果说你们要谈恋爱的话，尽量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啊，这样两方面都不会得罪。但是呢，我就觉得办公室恋情也不是很好，我建议谈恋爱的时候不要找一个公司的。为什么不可以？那就是爱上，那有什么办法？那还有的选。那么多花呢，为什么要单恋那一只啊？哎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就是缘分到了呀，就非你不可才。对呀，是这样，姑娘，非你不可才是真爱。如果说选谁都行，那就不是真爱了。来，你们俩解读一下。坦白说，在职场当中真的会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一般的风格是先保持沉默吧，因为对于同事之间恋情，我们是第三方，他恋爱了，我们要告诉上级或者告诉他。那他分手了怎么办？每一个都要说一说吗？我认为相对来讲，作为那个同事之间，可能先保持沉默会更好一点。所以他的情商怎么样呢？相对来讲比较率真。他挺善良的，只是说他那个善良会让他就是让别人并不认为他是对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是一个管理者，他只是去做一个教练的话，那么这种善良或者是老好人就没有大伤害。但如果你是管理者的话，那可能遵守制度去有一个决断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看曹岩的选择了。第二轮选择徐厚林。他保持留下，谈钱不伤感情。来，你给出职位和薪酬。瑜伽教练你是肯定能够胜任的，因为从你的表达和你整个人的风格，你会非常被会员喜欢。所以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岗位是瑜伽教练，教授空中瑜伽和基础瑜伽等等这些课程。工作地点在北京，基本薪资是4000，当然课时费是每一节课是另加的。看到现在，因为我是学艺术出身的，我就告诉你，这种外在的形体训练确实连带了很多表演性。我身边有很多女孩子是教形体的，自己吃烧烤的时候照样撸串的时候，就是你形体能形体几天呢？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表面化了。理解。但是我们更喜欢空中瑜伽的技术性，瑜伽它是一个学科，你的晋升空间会很高。我觉得你去曹岩那儿的话，就按照瑜伽这个套路打下去，这是我给你的非常中肯的建议。你看你人缘多好呀，大家都想帮你，无论角度如何，这就是你的优势。非常开心。刚才那个何东东说，好多练形体的撸起串来还是一副粗鲁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装是挺累的，但该装的还是要装。但生活当中一个女生可不可爱，有的时候也真的不完全在于礼仪，而是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说我们这舞台上，我一直以来我觉得坐姿做得最好的就是曹岩。到了他这个年纪，他对于自己的自律保持，他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肢体，他一直是那说明那就是他，那不是装出来的。是的。那你至于像杨蓉，原来坐姿也不好看，后来她慢慢的改变自己的坐姿，但其实她的性格可爱之处不在于她的坐姿，就在她的口无遮拦，对吧？所以其实真实很好，但真实的基础上去这个雕塑自己的一些修养和礼仪也是有必要的。接下来你自己考虑吧，好不好？好。10秒钟之后做出你最后的选择。保利好，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说出来。保利好，曹总。来去吧。